水石就是文物签署下工下来指定，今仔日伊要做七点，头日水石来甲火烧，到这个请这個水户副总担任代地，好来做主，也嘛有请到四海龙王，希望伊的时阵会当温和一下，也来甲救济少的金轮。包括是广州金轮天尊，所以一寡即个金轮海人运转过来，到遐拢去做遐哩，来度遮即个众生，度遮金轮水府的，会当离即个五靠升天，早点升界。即个扫动拜，属于四方神，以经来行扫动动的，好哇。陈英雄。
你像阵早当时才还未开垦以前，高雄遮水沟啦，啊，那投得池，啊，是阮借遮借有诶沟啊，安尼，你若做大水灾未，引来啊未流去，水死诶，伊遮遮济。所以因厝开鱼诶时阵，讲爱节做水灾，水灾嘛是温灾，火灾嘛是温灾。水火同源，拢是上对人有影响。北方是饮贵水，饮贵水，阴中带阳，阴中带阳。你也想，饮煮贵，煮是零度正八，也饮甲贵是属阳，像说做阴中带阳，也或是阳中带阴，无啥。所以因此开的时阵在做水灾，啊起来的时阵，就只有咱阳间有当的时阵来解渡，阴阳两渡，阴阳渡。下来的时候，再转就再到顶上，开始来救渡，再就水灾的水鬼人员，比如洪下当的时阵，荣华下当洪五脏调和，身体勇健。哦，也让咱万事会当个顺顺顺。
命，我头头命，飞鸟快乐，德邦快乐，华侨快乐，医疗快乐，好命快乐，一家保重地，万地里悠扬叫土，菜蔬绿意，梅啊鸟藤醉酒。文章不过无听解无，这支符号大王爷发的天下不是丢的哦。大人。你看，两岸灌到头，顺水滴滴来哇！哇！